喂喂，王的女人，谁敢动？作者：拈花惹笑，播讲：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：千雪。第87集，呼唤了几声，身旁的男子完全没有半点动静。凤九儿终于忍不住，轻轻推了他一把。这一次，竟然轻而易举地将九皇叔从自己身上推了下去。九皇叔，九儿吓了一跳，慌忙爬了起来。他面容平静凝和，眉宇间虽然尽显病重的羸弱，但似乎藏了一抹安心的气息。微凉的大掌还握着他的一只小手，哪怕已经睡过去了，却还是握得紧紧的。原来他已经累成这样了。之前玉清风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还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决定过来。九皇叔是真的累了，来的时候就能看出他眉宇间的病弱和疲惫，可他为了见见他，硬是撑到了刚才。他甚至还抱了他，将他一下从地上抱到床上他的怀中。九皇叔，凤九儿的长指忍不住落在他高挺的鼻梁上，轻轻拂过。战倾城像是感受到他的存在那一般，下意识往他怀中靠去。九儿怕他累着，立即伸出自己的腿，让他睡在他的腿上，枕在他的腿上。他就像是找到了最舒服的港湾那一般，不断地往他怀中靠去，最终枕着他的两腿，埋手在他小腹间，犹如被他柔情呵护的孩儿。凤九儿靠在床头上，任由九皇叔枕着自己的两腿。见他睡得安详，他连日来焦虑不安的心总算真正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九皇叔的身体依旧被蛊毒侵扰，虽然他的心脉已经严重损伤，虽然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治好他，但此时此刻，九皇叔就睡在他的怀中便足够了。低头看着他英俊无瑕的侧脸，那一缕落下的发丝给他平添了一份朦胧的美。凤九儿看了好一会儿，看得如痴如醉的，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，抬起手指给他将脸上那一缕发丝拂开。睡在他的腿上之后，九皇叔便放开了他的手，改而伸手抱住他的腰。总之似乎只有他在，他才能睡得安心，就连外头吵闹起来，他连眉心都不曾皱一下。凤九儿却眸色微沉，警觉性的立即被拉起。门外玉清风拦在门口，一脸为难。老爷，那个里头谁在里头？一个女子，就算没有进去，地义也能够感觉到里头那人的气息。呼吸细长，是个女子没错。无涯的房间里竟然有个女子。顷刻后，地义皱眉问道：是那位凤大夫？玉清风不知道该如何回应，迟疑了下才点了点头。地义那两道花白的眉皱得更紧。为何不让我们进去啊？虽然那位凤大夫的药确实让无涯的情况稳定下来，但让无涯和一个陌生女子在一起，他始终是不放心。他们家无涯长得实在是太俊俏了些，万一那女子看到他的容颜之后动了歪念。冷月，推我进去。是。冷月这一下不将玉清风放在眼里了，是义父让他进去的，玉清风绝对拦不住。玉清风被他用力推了一把，也没有阻拦，只能轻了轻身，自己主动去将房门打开。冷月推着地义，玉清风走在他们身后，三个人进了门，抬头望去那一刻，除了玉清风，其余两人顿时都傻眼了。他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个女子
坐在无涯的床上？还有，无涯是怎么了？无涯为什么睡在这女子的腿上？混账，你嘘！凤九儿将食指摁在唇边，对他们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小声道：九皇叔刚睡着。不，你……冷月激动的浑身都在发抖，连地翼都顾不上了，迈步就要冲过去，要将那女子从尊主的床上拉下来。尊主高贵的床上绝不能出现这样的姑娘，绝对不可以让她玷污尊主的圣洁。冷月，别冲动。玉清风的大掌落在冷月的肩头上，硬生生阻止了她的步伐。玉清风，放手，你个叛徒。冷月怒火攻心，抡起一掌就要向玉清风拍过去。这混蛋知道尊主的房间里有这样的女子是不是？刚才一直不允许他们进去，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肮脏的行为。该死的玉清风，还以为他对尊主是真的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他竟然联合他人谋害尊主。冷月，你冷静一点。玉清风真是服了这个女人，动不动就发飙，哪来的暴脾气？冷月那一掌他躲了过去，冷月的第二掌又来了。玉清风不敢跟他动手，只能防备，房间就这么点大，又不敢弄出动静吵醒王爷，折腾起来玉清风也是吃亏。冷月的第二掌眼看就要落在玉清风的肩头上，忽然有人随意一抬手，那强悍的劲风竟将冷月的掌力瞬间化了去。冷月回头看着地义，一脸讶异：义父，他们……你们一定要继续闹下去吗？九皇叔好不容易睡得这么香。凤九儿的声音依旧轻轻柔柔的从床那边传来，却能够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里。你……冷月的怒火瞬间又移到了他的身上。月儿，不得放肆。帝义脸色一沉，声音明显冷了。冷月咬着唇，知道自己继续闹义父真的要生气了。忽然一点轻微的动静从床那边传来，睡在凤九儿腿上的战倾城微微动了下，眉心紧皱，一副要醒来的模样。大家心头一沉，紧张了，可千万别醒来，这样睡过去一觉睡到天亮是最好的，要是醒来随时都会吐血。昨夜吐了几轮血，每一次都是睡得不安稳，醒来之后就开始吐血。帝义虽然内力深厚，却也扛不住不断地给他输送真气，今晚是真的松了一口气。要是无涯这个时候醒来继续吐血，那他这条老命大概也保不了多久。千万千万别让他醒来。九皇叔，我在这儿呢，再睡会儿，乖。床上那女子伸手落在他的头上，轻轻揉着，纤细的手指扶起他耳边的发丝，将之拂开。他的声音也柔和的一如今夜吹过的晚风。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那个绝美的男子在他怀中蹭了蹭，之后将脸埋入他的腹间，呼吸渐渐均匀，竟又沉沉睡了过去。目瞪口呆，床上的女子只是随口哼了几句不知道什么曲子，他们一向浅眠的尊主竟然沉沉睡了过去。还有他让他乖乖睡觉。乖这个字从来就没有出现在尊主的人生中，这是第一次，至少是他们听到的第一次。这么神奇的事情就连帝义都看得傻了眼。好不容易这一个个才回过神来，再看床上那两道身影，一个坐着一个躺着，这画面竟然说不出的融洽。你月儿，你若再放肆
就出去。帝义脸色一沉，这一次是真的怒了。不知道要让无涯睡着真的很困难吗？他竟然还想捣乱。不过让无涯睡着对床上的姑娘来说似乎一点都不难。几个人就这样盯着床上那两道身影，看得连眼都不眨，看得彻底没了魂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确定九皇叔已经熟睡之后，凤九儿才看着帝义颔首见过老爷。说话的同时，手依旧在湛青城的头上穴位轻轻揉过，在他长指的轻柔之下，湛青城的呼吸更加悠长均匀。这丫头能轻易安抚无涯的情绪实在是很神奇。帝义点点头想问什么，却又怕自己的声音惊醒了睡梦中的无涯，但要他现在出去他又有点放心不下。冷月盯着床上的凤九儿，心情万分复杂。他似乎能认出这女子了，可是为何会美成这般？当初她可是个绝对的丑女，脸上那道伤疤触目惊心，让人见了都要忍不住倒胃口。要说那个时候的凤九儿留在尊主身边，就已经让冷月如喉梗刺，浑身不对劲。那么现在这个美若天仙的凤九儿留在尊主身边，她的感觉便不是不舒服了，而是恐惧。对，恐惧，深深的恐惧，恐惧到连指尖都在发抖。可是义父在这里，他无法发泄，无法表达，甚至连哼都不能哼一声。老爷，他便是凤大夫，今夜王爷用过的药就是经过这位凤大夫之手。玉京风迟疑了下才如实禀告。他也是老爷经常听到的那位姑娘凤九儿。什么？他是凤九儿？帝义原本平静下来的脸一下子又蒙上了厚厚一层激动，大掌一紧，眼中更是染上了嗜血的杀气。他不讨厌这女子，但无涯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，这女子留着对无涯来说便是祸根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再见。